南投县鹿谷乡小半天高架桥下的废弃道路，最近变成了倒垃圾的捷径。居民一开始以为是缺乏公德心的游客乱丢的，但是仔细看看，里头的垃圾以隔音板等废弃建筑物的垃圾为主，变成了垃圾瀑布。而现在环保局已经着手调查。翠绿山峦让人看了格外舒服，不过镜头往前却发现山坡上多出了许多不明白色物体随坡度而下，仔细一看才发现是满满的大型废弃物，形成一道垃圾瀑布。在那边很夸张吧，你看这么美丽的山林里面居然这样随地就丢着垃圾，我真的觉得这种行为真的非常非常的不 OK。这里是南投县鹿谷乡小半天高架桥下废弃多年道路，最近一个礼拜成为别人偷盗垃圾的捷径。乡民原以为是缺乏公德心的游客乱丢，不过随着垃圾越变越多，且多以隔音板等废弃建筑物居多，才发现疑似是不肖业者所为。就在我现场来跟他会勘之后，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细塑盖板，细塑盖板会产生有毒的成分，希望我们相关单位能够重视。这个部分是涉及刑法的话，一年以上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啊，还有那个罚金的部分。环保局目前已结合检警成立稽查单位，希望能够尽快找出嫌犯就责。由于试射非法弃置，后续还将面临法律责任。记者曾如成南投报道。